心嘛，叫做心嘛。我们这个人，弟子所给的三宝心嘛，三宝心嘛，第一宝宝所给的心嘛，不是都是一样吗？你弄些像吗？大人的形象，弄是贯通的福音。如果我不一样，那就是外道执着偏见。外道分了，有的执着就有等四相，我等四相过定四相，就是究竟的地位，也是他社会的执着。一些是不高，换这些不高，你换得这些心理量，所以不要想成为教会三教合一，那个一就是真理，一就是天道，二就是真理叫天道。所以呢，你理解，你跟我们的这个六十度中理解就效，进来所谓，所以我们呢，一得救星，有我的部分，一得力来理解救星，说救星，稳有经历，也让解脱，解脱，已经进好了心分，进好，我们在用上好上好，诸佛菩萨。他这有缘就亲了吼，每一个，这是每一个修菩萨都会经这部分，哦，应该应作，应该这些修的，修好这部分了吼，所以呢，这两个在修方面的吼，在他方面一定要偏移的吼。盲从啊，那一旦修到真性的里面了吼，咱看到天光菩萨，伊嘛都爱到不良性的吼，还要再努力，再努力的吼，修行的吼。何况那是一个凡夫小众，你讲经要讲得好，一定要多多的用功啊，深入经藏的吼，深入教诲。那就讲我们天光菩萨爱到现在的天光。因为不如我做十年，我十年我十年的时间，我早他们讲讲，十年、十足、十年，是我用这个十招，十天叫做我招，来妙法定感，用个，所以定就是定达到静定静感，定感到定个菩萨，伊阿个差个一半一些话，伊阿个用个东西，所以何方面是一个凡夫小众。那一定要不断的哦，勤练勤练，勤入教会哦，所以呢，把一些你再把它回归到经文上来哦，这个高深的意义就变成圆融出来啊，来表达出来。我们无，我们虽无学问，虽然无法无法兵工兵的得力该了，但当个。各解一步就可以，那达到各解一步。你看来看去，看的法相，看得在法相。你要晓得，我们只是一个凡夫，在天王过程之中，历经它，不可思议起来一个样，于是咱无五劫，于是你没有又。真实去深解一去的话，就马上了解很多。你认为这样讲就是很好，意思说，咱今日若无去清盖不足，咱今日咱按够早热了，先往自己的，来拿来咱来偏差。所以就是不断的精进，所以我们去把它够是第一个。假如是三位三贤圣人菩萨。与你理解三年一不变定的幸福叫怎样的三年一幸福了幸福你到火山三年一幸福在你好那么呢碰到后面主义得火山的你说你我们一碰到一位地三年的时候呢是不是三年的协助协助协会这个三年所以一切连线它是得的后面的线那阿弥陀佛，你如果那无有一个十地菩萨，你讲经讲经啦，那要胜于三贤，这个菩萨，一地菩萨，因为伊也讲的经讲经都超过于三贤境界。假如你是一个地觉菩萨，来讲经讲经，要胜过
伊会当咧心肺疾病，会发生分会造成。假如你是不清楚的讲中国经的话，那真正伊咧讲是，这个道理就是咧讲，这个紧张是紧张上面去。所以你咧你修行过来，当中就是不断地爱对主地，你一个站住，一个站住，一个跑。所以，我就是宣告，无我想不影响，就是说你要是不，所以无啥话。好，没事。所以呢，究竟主观啊，在我们讲究竟主观是啥？我们凡夫依照的啊，依照经典所说，你就知道多少就是多少啊，所以不敢说了啊，所以究竟圆满啊，没有不达不大难达到主观是啥？我跟佛了啊，大难达到主观是啥？那我们呢？好，我们要达到最近，反正你要达到只有这点，给这地方的产生，你要我们哦，你这里两个实相不相的真实意出来哦，所以你这个当标板哦，那你给和矿工一起的反复回答哦，那矿工问完啊这样啊，你就不会取啊，你就取因为取我画像，哦，不跟下面啊。共舞的哈，那个刚刚不是很了不起的哈，那阿弥陀佛呢？啊，都是我得力的，不要不乐的哈。那阿弥陀佛，你就取了华相，取着华相。我看你共勉，我共得力的，不要不乐。让他不拿不乐，阿弥陀佛没华意；让他不乐，我不想华意。哪里不乐，你把取华相；我哪里不乐，你取。弄这个全相，所以呢，希望我能力量的干涸，那不是，那功夫不乐，那你功夫不乐 OK， 也 OK， 你提前跟心里的意见，第一个是，我究竟要你喜欢，你到教育是教育，还是，不是要不乐的事，那不乐他不乐，那你，他讲的叫你生活心的，我跟你不乐。啊、你嘛受用嘛生良心，啊你饿了你怀疑嘛生良心，这种对你无帮助，完全无帮助。所以人咧甲咱真正咧甲咱救济的时阵，咧甲咱调整的时阵，那是真正，我们如果虚心受教，那是真正受的。如果能今日咱呐，人咧甲咱讲，人咧甲咱调整。那内心就是被调落天，不回来，那就袂怀疑，没有厉害，要人不够，那么他能够，别人能够，那一定是你的心力，就是心心力，所以这点要注意，这点要注意，哦，坚强是注意，所以你跟其他凡夫众生，那你当中跟别人共同一起走路的哦。还有那个过去的学习，还有前辈哦，还有指点，还有指教，所以呢，取法相，你先就掉了哦。原言说，古人言说，不出于小，如不懂，那阿赖当中呢，恭敬说法，就别于翻定那个，翻定二莫才够，翻定半莫才够，既要古人的天话的够。如果是这样，不被环境的转，那安内当中你环境的生活一定改，那内心来啊，内心来提心吊胆，都是被外套来转，所以何况是外面的境界，所以那安内当中无所自觉，因为我们求能不出现，别人就是不懂，这帮。就是你教人，心里啊，你要安住你的真心，这段就要安住你的真心。那你就是，还住一切众生，还住一切众生，无论是什么人，你为啥执着？你为啥无一切众生？我给你什么人我都不讲，什么人我都不讲，那何里有解脱？
别人讲着同样的新闻，我有说了吼，只要你若要听一个人话，你把这个部分看煞。虽然我伫公园内底讲着讲人比较难看，怎样，我解好，但是其实嘛是你真心在讲。好，接着讲，因为理论上有这个平台，我学习，我嘛是当。但是我嘛袂使，因为讲今日你有做一个二千台，我同你讲，啊，若无二千台，我同你讲，我就袂变。下当话出来，叫黄金封锁，叫黄金不杀不死啊，我同你袂变。拢走咱下底利用，你今日来啦，你今日来好，就伊些啊，因为带兵同你上黄金杀死人，但是恁好我就买个黄金封锁。啊，那什么人利用？习惯，所以我利用就是我学习咯，我嘛是咧精进啊。那我今日安尼我同你讲，安尼我是不是叫做哪？我同你咧说，啊我是不是就会笑？啊我是不是我同做同不同？安尼是不是我同你合办无关联？好，所以这点不能批评的啦，是不是装？你个装得出来，你说回来对方就，毛心外因缘所影响变化，所以因为咱内心的世界，那安尼你才真正安住，你才真心安住好势。来啦吼，弟兄，可以无？可以过。一切有为法，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应作如是观。所以是什么原因呢？好，现在到了吼，所以一切有为法，大家是什么原因达到为人演说？哦，不注意，不注意，不注意，想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呢？可以讲是什么原因呢？太啊那，你为人演说，不注意，不注意，不注意，想都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呢？两个公在心里说，一切有为法。所有有为法，一年所习法，一切。第二，佛陀的讲法，拢是为众生方便的说，这个不是习法，这个叫做有为法。啊，这个有为法，那安内当中，啊，那佛陀讲起嘛是无正确，不是这道理。因为佛陀讲这道理，是因为。你治你的病，你的病好啊，你都只会吃饭，只会味道。你感冒有需要感冒药啊？有。但是你感冒啦，好，你都只吃感冒药，平时吃感冒药不是多。安晓得啦吼？一堆发，这个药是治，将军发病的药，无发病的药比较。你今日去，如果明日见上，一切都会发，都发，无发病都得医，也正常，都是发。你当关内在自己真正发心，发发起来的，其实这物件一切当中缘起的，我明白，缘起的力量。现在这个缘起的力量，方姐，你好笑啊！那怎样呢？这个叫做缘命，一年一年有一年半到那个命，无半到那个命，这个叫缘命。但是因为众生是看那个命。因为伊无法着我诶，先讲，因为我诶人伊看袂着看我只影，伊咧变影。即问你一切都有法，如光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叫做变影，叫做影。叫做无时间，叫做我。我即摆是咧比我即个我，你嘛不知，啊，即个我即个我动作，我即个我安尼，就是我即个，就是诶，我即个想，我是比你啦。好，所以你。咱要运作无习惯，就是落在你自己内心世界的情形。内面那个自在，咱有一个自在菩萨在内底，我自在菩萨，你嗰个自在菩萨，但是你是自在哦，因为你无法度啦，如如不动，你处于上，哦，你处于上，你无法度如如不动，因为你为你因上，你还是在心里还是妄念，所以可以讲。以前讲，什么原因？因为这物件，劳动中是这块，因为这物件，安那讲，
尊贵了后就爱有路，尊贵最就爱有路，尊贵最无可能过了后运就爱有路去，尊贵最的运人一般在那起落，那唔对个。第一问题，这只船过了后，伊是一种啊，不得说话，如法无价，发小印象无明白，不得你说话。如法无价，即个即只爱的比如，即只爱啊，把厝诶把皮干过啊，即只爱来放啊，难得去。你若坐车来听，你一定看到你看清楚。如果今天你来听的话啊，你已经明白一切了，因为即个啊，你可接受一切话。那安尼，就另外一只来听，你一定特别欣赏。所以可以讲，是什么原因呢？我是在叫你讲，哦，为人言说，哦，不重于上座，不懂我来讲这道理呢？可以讲，所以一切有为法，一切有为法，就是咱平时是我过去所讲的，有为法，凡所有相，凡所有为，拢总是有为法。所以，咱知影，如果到上海这边了，你讲安怎？我过去要讲的吼，是这个叫诸法，诸法，一切法，一切有无法，就是讲这个名言。这个诸法就是诸的代表众生，一切法就代表众生，一切法后人不叫做万法，后叫做万法。这个同一个物件吼，你唔要甲听，看甲错杂。诸法一切法，一切有为法，万法这个同一个物件，一切有无是一切的有无。好，也就是咱人的思想也分别出，有分别就是有为爱分别嘛。其实呢，五分变出来就是对立的，你给它一五分。所以以下来讲到，一切有为法，这个有为法是包括到内底当中起心动念的一切。所以咱先从这个讲，完了，哦，没有到到，啊，心性是不相对立的，源于业故。也不得了多少名，也得到冠。心行处灭，心行的心当名，处就是你的心性不足，因你已经心已经开始当名，言语也不起来，这得已经登记了。所以说，包括了一切物件，包括。也不得断心理主义这样中间的第五法，哪能不讲不讲啊？不是不能讲，你讲不能讲，我就讲了。因为叫你离不离相的在当中，哦，文人在的，你不文，你我得的，你不文，你怎么你我怎么得？啊，你哪天你不接文，你个接。你能证明很多人知道，我现在拍下你的报道，你出版不到批啊。但是你这个证明拍下你，你的报道定上班啊。那个条例说，所以相对有法，啊有法就是哪，如无法抗议，如无见，那个应该转接的话好好。如无就是做法，好，忘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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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个，他没讲，我他说少年时阵，那条丑恶时阵吼，是呐，那个前年年纪的小伙子在做，炒股搞的，自己我朋友讲一炒一，一炒一香港吼，一炒一香港嘛，我啊，一个错的，我朋友叫，你话别个名字叫，看朋友。你思想变化完以后，他们这个都是完美的，不要变啊！
所以这个我们哈会出现幻的幻化，幻化的东西，变化幻化，魔术界里面很容易的幻化里面，不是的里面，变化幻化里面，所以呢，任何一个能够地方这个地方去打，这个是现跑跑落后，我觉得看到这个跑。啊，看到这个就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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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碰。但是，钓个水，啊，水无鱼，钓个水，水无鱼，哈。哦，了是，硬硬，哦，了是。如果要做，你这是行得咯。但是，你拿出来无鱼。嗯。哦，如今就成了香烟，那是个方块面，那你一面钓。你讲后面两个人。所以如果有这些表情的办法就行，但是一改动定做不习惯，所以用有这里面来比如有这个的玩法，这个的不习惯，你也不会遇到你自己的关注在何上，你也不会说你自己亲近的世界，你很了解世界，所以很懂哈，因为我们以前不像你们那以前要不出其实不懂也不懂的啊，一起不会穿如果有些定重不喜欢现在够了啊，现在不想应该够了那种生涯了啊，所以我们啊在工作的时候啊能在一起穿也应该叫他我们都给说了因为他不是公共的听是公共啊，不是在公共里面不是在无为的哈，也可以改。我们的贡献就是定就是，还会吃什么哈？所以呢，能够到无为，可以做成这样子哈。那么就现在这当中呢，得让你修啊，修行不多了，到无为应该。我们主业也是这样，我们也在有为当中哈，应该爱怎样一起无为法，拢总是，拢不是真实，我们还不。啊，一切拢是从因缘生，因心想心，缘分想缘，一切啊拢是来自于天，缘起无自天的哦，缘起是是因缘生的，缘起无自天的参照，因为这影的影，我今日看到这影，啥？这个影无自天，我若行走，这影就不会，还是讲若无一切啦，这个影，所以无不是自天的。主体就是讲你的自性，这个叫做主体，啊，这个自性叫做空性。所以那么无自性，这个缘起无自性哦，所以一切法拢总是空的哦，这个叫做缘起性哦，转念就回去啊，哦，无如中了哦，无性，哦，那一点无一啊，哦，第二层观相，把它去空，把它下去空的哦，那么就把它放进。一切法发于你内底啊！吼，生死是无属性啊！咱天天念这样的观想，吼，应该啊，就不容易被顺境吼逆境，把它那啥收转，如梦幻泡影。因为幻泡影就是顺境的境内的转，咱想讲，来讲，万物是万物体，啊，无一个不被属性，是不然的。啊嘞。这个如如梦幻泡影嘛，你世间的人在当中嘛，阿母是条，爷爷是条，我爹是条，拢叫如梦幻泡影，是不是呢？是为什么？哦，我讲讲，讲为什么啦？因为伊讲讲，为什么啦？劳动部的处罚，我是给人听讲的，我已经定过势啦，阿我未先啊传播，安听吼，阿要去要死人啦吼！是修到一次，那个放放上死的呀。但是我有滴要叫伊查某囝，哎呀，查某有我，阿伊说无我，也袂错吼。是一个做优秀人才吼。但是当中呢，要出去，阿不想欢喜。我听讲一个结婚就是咧花，伊只就是咧花钱。但是结果要倒来，一副平平的死的。好，那要
阿婆袂惊，无惊来对当天，拢是因为生活物件，拢是一个哦，这个判断物件吼，那不是真实。但是你照着无属性，你照着办法袂当做一个实体物件，你会照着在生命内底当中，伊还有一个叫做价值，价值价值还有一个物件，所以你照着一世人来好生活，这强调。你会看到这个，你讲哇，这价啊，你哇这哦，头都晕了，你进来哦，啊，我人生那么易，我赚这多钱啊？啊，我来开个条来做，是作者啊，我嘛不是你人啊，哦，阿十外块钱来进账来进账，连面来对啦，连面来对啦，连面来对，大家在镜头，是阿啦，亚玲啊，饮烧酒啦，来游山玩水啦，来冲浪的啦，大家在咧冲，无彩无，所以有够无彩。现在讲比你，伊会看到观想就是这样。但是这是一个如梦幻泡影，但是伊认为这是真实性，所以就是个低点，到后个低点就是像这个情况。是安怎个原因？恁感官变来变个，是恁恁感官，你好好看，好认真理性，你来食生活，下边你来，你来下边你来培养去。哦，是安尼样来讲，咁样个叫嘛？实际个泡泡影。但是咱人快到尾，看到就是有哪，听到食菜心就惊，啊参加海外的，马上安尼。好，今年几月？今年几月？那个中国菜，他不菜，那个菜我你听无？无菜的话，都比无菜对。那干嘛不无菜行了不？无菜那马上，那无菜过年那个新有钱年大忙的嘛，那少比无菜的，那个年东西做好诶。就是就是安尼啊！伊人讲，如果我旁边如果有变这个物件，这个车，然后有这个枪炮是造出来物件，这是正确的，就产生无生关系。但人变变是安怎恁感官变来认识旁边？恁感官是将好爸爸认识过来到我面前，伊就会自己有关系。我们就这种个得到，伊就变成那个水了。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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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但是咱这个行为咱不是没啥，好，这个咱咱，哦，你我们天天能够观想看破这种境界，所以一定应该，如果我们要如果有点东西就证明了，看破物件是无属性的物件，所以以为不信，如果做啊，这里面无感，一切一切这个叫做如念物件无信，如果有点东西就。落水，啊！你一个相片，真无熟悉，咱建筑无习惯，咱来起了一个观想，上海建筑是开始起了一个观想，这个观想无起来，你无人，你要查实你自己，你进入了海无？你进入了军道无？你进入了希望湾无？咱今日有武器，有咱真正，咱的思维跟咱的职业有无？建筑无习惯，你一定要搞到这里。那个根据根据那个方式，那个方式，那自己自己，一点那懵懵懵懵的，那平时啊，过几天过几天过，我老爹讲，我那一边拿我存花，我就好跟你我新花，我去做行会，啊那今天去做行会，倒来吼，错花花叶，今天去收到我牌，你去点销，去分量。算啥哩？伊若要办个，若要出哩，伊就算好。那真是安尼。若要叫我上欢喜，叫我我就来。那真变成安尼啦。那真是精神个，伊是咱修办个精神，对，咱比伊多个。该努力想吼，以前以前啊，爱想哩派钱吼，伊我情况一定爱钱吼，我派啥物？我想拍三米高，呀，迄二三十米前，二十米前，你都拍出笨蛋拍，二十米啊，三十米哦，你咧拍个，啊，因为心在心在，色是如灰，色是如灰，拢歹叫，啥拢歹叫，因为，
我不想要了。伊伫迄个使命甲迄个迄种个责任心化变成迄种个迄种迄个聪明力，是不是？那个人就不懂他内观的这种世界，伊观点那幻化的东西，伊会观点迄个世界。因为念动这是一个我好好的已经细节的伤害，所以你们多点啊，多点坚强，不一样，跟大家说的坚强，尤其是坚强包含怎么样了哦？啊，所以那个意思就对了哦，念动不是观，而是一定要观察恁家己自心自心的烦恼，所以心里有心就行，过去就让它过去，因为死在这进了哦。心理学的开创是在，因为不这两面，不这两面不能讲。心理以我怎么搞用心如家，以我怎么搞开创，我怎么搞自在，也不这两面。所以现在越来越破碎心，对啦，破碎心的人嘛，修持好像不一定说，修持啊，修你那个心啊，起一点。修持爱心不义，不相不关系，一点，但是不关系无法救现。那边说，哦，不是小子不懂了哦，变种不是怪兽哦。啊那安尼，咱们得到真实的利益，就是给咱得到真实的利益。最后，咱那安住，咱那里安住，定不受住，以心以心，相对一切法，未得需要执着。他就不会起制造，那安当跟国动心讲如如不动，安住心，你现在已经讲过三分钟了，好，啊所以，那个蒙定哈，那这是一个，做一个一个全部的指数哈，啊这讲我们进来对蒙定哈，后来这是分享，啊那请大家知道。现在危险，因为那个最好是安排好。